做就要做，特别年轻的演员，你充满热情，充满想法，大胆去做，就算你达不到你设定下来的目标，但是整个过程你已经收获不少。荧光幕前总是给人不苟言笑、威风凛凛的甄子丹，即使现在呢功成名就，但是大家也感受到了他朴实率真的性格。在采访当天，他行程满档，采访结束之后呢，也不忘叮咛工作人员给我们的采访团队准备一些小点心，让大家感受到了大明星的亲切。也谢谢你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。